ください。林某，出来钓鱼了。今天是个海林的钓友啊。今天的目标鱼鲈鱼、黄鳝、鲶鱼啊，先搞一下黄鳝跟鲶鱼，双钩钓足啊，夜光钩，试一下啊，一个钩子挂两根沙台啊，直接这样踹过去。
Servus.哦，这条黄鳝大，这条黄鳝三四斤。哎，跟刚才那条它差不多嘛。痛苦不止。挂住了。挂住了。我跟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别了，别了。鲤鱼、鲶鱼、小鲤鱼一条。上鱼啊！上鱼，上鱼。什么鱼？做哪里啊？哦，哎呀呀呀呀呀！两斤多，两斤多。这个黄鳝，黄鳝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这黄鳝，大黄鳝，现在这个价格，一条300块啊。上货、哦，你有两个挂住了、啊？挂住了，挂住的。挂住了，你前面慢点收嘛。你不要收，你不要收，你不要动了。好了，你拉嘛，你杆子抬起来，杆子抬起来。先不用拐胎，杆子只拐胎。我知道，等一下嘛，就给你。好，等一下，拿去再说。兄弟，我捅捅工呀，大工呢？钩子刚刚扔下去了，又一条，人品大爆发了。嗯，鲤鱼，哎呀，哎呀，什么鱼啊？鲤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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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，获胜，获胜，样样有啊。嗯。黄鳝了，挂底都能挂出了一条黄鳝来，那是什么运气啊？大黄鳝啊，大黄鳝。
哦，一斤多的。这边也一条。哦，大黄鳝。黄鳝好像在叫鲈鱼一样。哦，它不是叫，心里会有出现的。